这葫芦娃生来就是七个葫芦一颗心，杀一个不会死。眼下他们救人心切，必定一个个杀上门来。我们正好把他们统统抓住，炼成七星丹，我们就可以万寿无疆了。夫人说的有理呀、啊。睡吧，睡吧。啊！这宝贝可真神呐、啊！有了它，真是事事如意呀、啊。大王，如意虽有魔力，但战胜葫芦娃还要智取为上，不能蛮干。夫人多谋善断，佩服佩服。啊！奇怪，这是什么光？照得我头昏眼花，定是不祥之兆。带我前去查看查看。咦，又是一个葫芦娃，他东张西望的看什么东西啊？不好，这第二个葫芦娃莫非就是顺风耳千里眼？这二娃子本领奇特，必定上门来找我们麻烦。蛤蟆头领在，都你洞外给我严加防守，把那老头和葫芦娃。轻点，让他们关到十八层地洞中去。是。兄弟们，不好了，大哥中了魔，被妖怪抓到了。现在妖怪把爷爷和大哥都关到十八层地洞中去了。大哥本领高强，力大无穷，怎么会被妖怪抓住呢？你再看看清楚。我这千里眼还会看错？妖怪有一个如意和一块魔镜，我得前去砸了他们的宝贝，才能救出爷爷和大哥。阿哥，大哥，你们小心！你们小心！累死我了，全是为了对付那帮葫芦小子。上回那葫芦娃，呵，力气真大呀，把蜈蚣头领打得屁滚尿流，夹着尾巴往地里钻呐。这回听说又来了一个，只要他踏上这门，我马上让他知道我蛤蟆大哥的厉害。
宝贝如意被葫芦娃砸碎了。那宝贝被我藏得好好的，夫人，你在说梦话吧。夫人，您看，宝贝放在这里万无一失，您尽管放心。啊、哦，才出了两个葫芦娃娃，你就被他们搅得心神不定，夫人太过虑了。啊、哦，不好，葫芦娃已经到这儿来过了。这二娃子机敏过人，耳聪目明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。我一定要想办法叫他变成瞎子、聋子。哼！孩子，你怎么了？醒醒，醒醒啊，孩子！爷爷，爷爷，我的眼睛，我的耳朵，什么？你的千里眼已经瞎了，耳朵也聋了。老爷爷，我们人妖之间为什么不可以平安相处呢？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们三思。哼，爷爷，您别急，我们一定要把您和大哥救出去。妖精，你等着，我们葫芦兄弟会来收拾你的。嗯，孩子，妖怪把我抓起来不杀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上他的圈套，你和老大都上当了。啊，孩子，怎么了？我这耳朵还能听到一点声音。